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命中注定，是命共同体，而没事的任务就是要从茫茫人海中再次找到你。原来你就是未来，我能看见门在打开，我不后退。其实每一天每一天，你知道我是很感谢的。我常常张开眼睛在想，我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，我可以拥有这样子幸福的人生。我们两个在分开的时候是两个完整的人，但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超级强大。我们知道我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人。这辈子一定会做更多好事，因为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。我十九岁那一年，我还没找到你，于是我参加了中式超级星光大道，以大魔王的姿态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，只希望你能一眼看到我。奏效了，你真的看到我。一转眼明年就是我们相识的第十九年，接下来我要追随你的脚步，我要继续努力，一辈子爱你，下辈子爱你，下下辈子爱你，我们的约定是八个辈子，每一世我都会找到你，用各种方式，各种节目。我想跟全世界说，六月是夏天，夏天是 summer， summer 是林友会，